来往那边拉，往前面拉。第一是长老，我们林长老林峰大哥，别人问题不要在意。在座的第二连长的是我的师傅，重庆作家王气。接着是电影导演王小帅，也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人物。
我第一次考虑了，但是再远也远不出神的视线。